暴露了。对，老鼠友隐身要上了，这波是一波钓大鱼的机会，怎么来喽？大鱼上钩了，小威，小威出来要 all in 吗？被打断，哎，被断了。阿萨姆过来硬换，能杀一个老鼠吗？换到，喂，这波什么意思啊？啊？喂，在跑路。这波打成这样了吗？喂，哎，来过来惩一下，惩剑，把河蟹惩掉了。技能，哎，吸住，一个反，一个叶，再转 ，OK， 直接逼闪逼大，先锋还拿下。这个导不好会玩呀，导不导播？再来，猫直接开大先手，老鼠直接开大射，森林可以给自己大，但还是被秒。这里炸掉没吸到，坏了！包了，这把这波被包了一个预判的台业绩，有业绩的预判 ，crazy， 没双杀了，但是杀到被冻住，动不了。小威变身再大，阿萨姆要死，射掉吗？小威能变身，没有选择变，有点可惜了，没捡到。业绩在交战，被嘎子贴脸。完了，兄弟们，安吉优势了，不妙不妙，直接记了呀，直接一换四，不是这老干爹打完这波直接记了呀，嘎子也是个头了，然后发现没事干走了，哎，过来照顾剑姬了，一个 W 晕住，咬住，怎么说？有闪 ，W。法力直接招死，我闪现，很那这波上塔直接掉了呀。哎，又来丢，又来丢！八级老鼠打十级折力，感觉要死了，真死了！猫加老鼠，猫加老鼠的魅力，才回来没闪了，消防差一点，触发余震，回头永双跌不下，直接走，杀是杀不掉的。哇，老鼠加猫八级把十级虐了。有想约吗？想约声明。小五给大。怎么是老鼠在扛塔呀？阿萨姆直接上口。大鲁西吸下来。哎，抱着果实，能走。开疾跑，业绩想操作吗？业绩想操作，不过傻是正。来了，被扭，还想操作？不错嘛。OK。哎，布雷杰在赶，我到了。布雷杰，直接吸。怎么说？野鸡 ？OK， 我已经死了，一尸两命。布雷泽也要死。哦呦，安琪优势啦，兄弟们！布雷泽再造，这波也是成提速啊。怎么说？这波老爹想先抓鳄鱼，但是有加里奥啊，加里奥有大的，给大招叫闪现拉走。正面的、啊、看一下小龙，还是小威的。后续就是打完还想包吗？把龙吃完，布雷泽，等一会儿、布雷泽一直被队友拉扯，好像。哎、完了呀，布雷泽死了，这边应该。给大招，老鼠闪现一下。阿萨姆，哦、阿萨姆死了，死不了。小威也从后面包。OK， 零换五。W 晕住了。怎么说？直接一波零换五，没压力呀、一点压力都没有。这一波要来上路包剑姬，法尔里斯没血，业绩一个大招封住抢救。这是 AJ 怎么说能中奖的火锅？法尔里斯直接操作不了啊！来、老鼠这位置，再射、再射、再射。给自己一个大劫被瞬秒，是老鼠反而死了，猫咪也要死，赵信也倒了。OK， 大龙一波要结束了，兄弟们。纯粹的技术，笑得巨开心。哲理一会儿回家，无尽再来这面团。来喽，直接阿萨姆要被秒，老鼠直接秒杀，老鼠被秒杀，小虎呢？小虎因为进了太深了，也走不掉了，法里斯一刀做掉。还行还行， okay， 那这样的话能不能推一座高地？应该是有了中路高地，一个门牙走呗，一个门牙，然后往后先拉一下，没问题。LGD 这边人复活了，业绩有大有踢的，杀豆先上来，直接要被秒，直接被秒140，哎，小威也是了，业绩踢过来一个封路。
普雷泽也要吃，法尔里斯一波吃了3000块，还能再吃吗？闪现 Q 三杀，还能杀？来了，法尔里斯！法尔里斯一波吃了5000块钱，兄弟吃闷了，法尔里斯，大人头全给他吃完了呀！回家直接15加春哥了，法尔里斯。对。蓝 buff 夜姬在尝试偷，但是被小五直接看了吗？小维这个位置，高拉在滑，高拉能不能杀？杀不掉，阿萨姆这边能反杀小维吗？小维一失血，还在吸，还在吸，一个一技能，阿萨姆已经死了。打一个进化，高拉这位置还在慢慢滑。鳄鱼来了，来了，你打五吗？要，这是布雷泽要先拉走。哎，找布雷泽，布雷泽没闪的。找，这个时候鳄鱼没有一技能，开个大招先撑一下。怎么说 W 回头咬吗？等你 W 加完后再咬，但是没有用，体力太肥了。不是吧？难道说这个时候的鳄鱼跟剑姬就比不了了呀？说实话，对，完全没得比了，已经。注意一下剑姬就行了。来了哦，两边都要抢中路，10秒钟的龙中路线权，大龙已经有了。哎，嘎子被闪现挑，但是没人能跟。杀斗。那杀到这个位置没有闪现，能不能留下来呀、啊？小伙子往前吸，法尔里斯，法尔里斯，法尔里斯，看法尔里斯打出灰月阵来，法尔里斯能操作吗？带个猫兵，老鼠在射，嘎啦，嘎子，嘎子在狂射，野鸡还能滑，还能滑，大招还在的，法尔里斯大招还在，还在来了，闪现过来，应该有一技能滑墙，算了，能去一波没问题，直接一波喽。对，法里斯很能打，但是没办法，人头全在他身上，队友没有经济的。其实来了，鲁鲁直接闪现上来，法里斯被带猫有用吗？法里斯被秒，没有换掉，直接后悔，没办法。LGD 打完，除了业绩都在笑。感谢阿良的高能预警，谢谢。